你问我真的都冒汗了，我因为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问题啦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们做艺人其实就是一个榜样啦，那你如果真的自己做不好，自己要去负很多责任，是自己的问题。对，我只能回答到这边，一定会遗憾啊，因为说真的我没有当人家的妈妈，然后其实如果我有子女的话，我也其实会很担心这种事情，所以我要保护我的小孩。对，就是妈妈的自私就这一点，但是她是天经地义的。嗯，那边就会想要一起响应受伤关怀，当然一定要，因为现在我们妈妈保护自己有时候是你知道不啦的，当然是需要更高阶级的一些长官们，对，能够重视这件事情。对，当时看到新闻的时候有一点震惊，这样子，毕竟是男性日的合作伙伴。哦，伙伴是还好了，但是知道是同行，但是重点就是当然会重视，当然会重视。对，嗯，是，谢谢。对，真的真的保护自己，而且我们要帮家长想一想啦。对，我们的担忧是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小孩，我们不担忧，可是真的有父母的，他们担忧是什么？对，这个只能说是最高上层的那个保护令下来，我们才会有这个权利。对，请他帮我们去保住我们的权利。